不论徒手格斗，或是击破瓦片，海陆举拳队不止男性队员，巾帼更不让须眉。未来我们会持续培育举拳道师资，提升部队整体战力，并配合每年敦睦远航训练支队，至邦交国执行操演任务，积极训练提升战力。年节期间，共军动作也没停。除夕当天飘了八颗气球过来，初一也没休息，再飘八颗来，其中四枚穿越台湾本岛，一颗大概在靠近屏东那个地方，另外一个一边就在台中，另外一个就在基隆附近，那最低大概都是12000尺到32000尺左右，过去大部分都是福建地区的气象单位或是军事单位。学者解释，其实这些气球早在好几年前就已开始放，只是当时两岸没那么紧张，这几年就怕对岸以探空为由行侦搜之实。可能应该我们的在空军会上去看，或者是其他工作会看，只是我们没有对外去公布，就是说我们也会去想去了解它是不是只有收集大气的数据。还是它相关上面有带一些侦搜装备，没有直接危险，国军就不会把它击落。而过年期间，不止对岸，美军也在周遭转。军事粉专贴出航机图，初一初二连续两天，美国海军派遣 P8A 反潜机航经西南空域，最短距离恒春只有148公里。对，你们双鱼台北参谋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